大家好，我叫娜娜，今天我就来读一个故事，叫《皮球升上来了》。几个小朋友在拍皮球玩，不小心皮球掉到树洞里去了。树洞很深，皮球拿不出来，大家都非常着急。突然一个小朋友说，我有办法。说完他就很快跑回家去了。一会儿只看见他拿来一盆水，把水倒进树洞里，树洞里的水满了，皮球也跟着升上来了。小朋友，那是不是一个好主意呀？要是一个好主意，点个赞；要是不是的话，点个叉。再见喽！大家好，我叫娜娜，今天我们来背一个，我来背一些古诗。好，咏鹅。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。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静夜思，床前明月光。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春晓春鸣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明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登鹳雀楼，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